比赛成功，我成你个鬼啊！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？没了，没了。那我可走了啊！请。行。侯爷，你让我安排的。哎呀，好困啊！你那天约我去河边，是想？ 谁呀？哎呀，老爷！哟，妈儿，是挺热。这巴豆可一颗没少啊。你要是想用苦肉计，那得真受点苦，让爹看看。他真的是个老顽固，怎么都不行啊！哎，嗯，我想到办法了。生米煮成熟饭。 生米煮成熟饭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袁大哥，幸好来得及，没有铸成大错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就做回普通朋友就好了，这样你就不用因为尴尬到处躲着我。放心吧，之前是我一厢情愿了。 天地之灵气，感谢上天赐姻缘。二拜日月之精华，感谢月老千红线。三拜天地为媒妁，比翼双飞皆良缘。前路漫漫，山水在一程，树下。 你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妻子了，宁轩。以后你能不能答应我，我们一辈子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？好。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生父是蔡文章。 是蔡文章，对，所以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会不会搞错了？家里所有跟他有关的东西都撤了。 遥遥路前方，或许不相见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此次皇商大会，更是有一位贵客，如月郡主。